老师，你要干嘛？酸。不酸呀，这橘子特别甜。心酸。是不在，那我们去问问医生吧。好，走。姐姐，马老师呢？嗯，他已经出院了。嗯，这不是小龙女吗？教授，这是目前唯一的一只血兔。是的，你看这只血兔，眉心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。血兔是医学界的奇迹，它的诞生将挽救很多人的生命。可是这只血兔已经被不法分子盗走了，到现在还下落不明。那老师，我该怎么办？兔子现在在哪里啊？在千星家。行，咱们取回兔子，然后去报警。好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人过一只兔子？他的内心是……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……哎，乔丹，你是谁啊？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想去找兔子救命。啊！哎，小朋友，去交出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快走！兔子。把兔子交出来！你们等我。哎，老师，我们去找警察。好。利用你们接手这只血兔，现在警方通缉的是你们。这只兔子是医学界的奇迹，如果我可以拥有它，它就能带来一大笔财富给我。你们两个实在是太优秀了。什么？你个小胡子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，放了我们！老板，您的兔子到了。乔南，乔南，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不要管我们！乔南，你赶紧离开！赶紧离开！我的东西呢？先把他们放，兔子就还给你。
带走。老板，小孩跑了。兔子在哪里？二人，放开他！想英雄就没事吗？我得成全你。写了一首歌，但是一直不敢唱给你，以后怕是也没机会了。你唱吧，我现在就想听。